holiday. This is my life. Slipping all night. Oh, hey, you can have a perfect holiday. Just hold me tight as time goes by. 最近的愿望是早上睡吧，好醒来。是没有开滤镜的状态，感觉我的脸有点水肿，还好皮肤状态没有特别差，所以打算等下去机场买一个就是卸妆品，然后在机场进行卸妆。为了大家，我真的是很辛苦。对，要去泰国啦。Slipping all night. Oh, hey, you can have a party. 真叫人害怕。一直都很想买这个，怎么会在这里看到？挺好用的。这是我最推荐的，还是？这一款，嗯，这一款 ，nice。这已经是我第三次买电话卡，我真的很烦躁。谁？啊，后面。别人不在，快给我，还行吗？上海吧。我买了。快点。还行吗？哦，扫码。撕开包装，镜头部装好，点袋子扣好，并系紧腰部。在离开机场前，拉动红色充气手柄，救生衣将自动充气。当充气不足时，可将救生衣上部的两个人工充气管拉出，用嘴向里充气。当雨水结束时，救生衣上提示灯会自动亮起。请注意，救生衣只能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使用，请勿撕开包装，禁止带上飞机。真的太浮夸，怎么浮夸怎么来。今天就是我的夜晚 party night， 闪亮登场，旋转女王。是的，张欣是我的天使。哦，好好好。今天他专门来接我了，我会记住这份恩情。哇，真的，我还做错了四站。好，我在韩国，你想干什么？你跟 我又不去韩国了。你想带什么？你跟我说。你想我做什么？我要带很多，什么粉底液啊，洗发水啊，我可以，没有洗发水各要三瓶。整个商场都帮你搬回来。哦，真的吗？这么优秀的你啊！天哪，感觉怪怪的，搞搞刘海。我今天差点就被那个落地签证的那个落地签证员给拦外面了，因为我没有订酒店，然后我还打给张欣，然后他还说你有你朋友电话吗？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好久，而且中间排队的时候我又忘记换那个泰币了，我又跑出去换，我还跟旁边中国人说啊，麻烦帮我这个座位，我今天就回来。然后还好就是大家就很友好，就出了各种事情。然后出去的时候我行李找不见了，因为我安检过太久了，那个行李就被遗弃在了某一个角落，我终于发现了它，反正是一波多折。后来呢，我又找不到那个接我机的司机了，然后我打电话他说他在一号口，我终于找到那个司机了。然后呢，他把我名字牌就撕破了。对，有就拿那个，他很而且很急，他拿那个破了的名字牌，哎，给你拍，咔嚓，一下，我突然想到很丑自己，张
直就是到了。太累太累，到了就可以。我觉得你们韩国那家丸子真的很好吃。好像我们要去逛夜市，但是又不是很幼稚。耶嘿，你见见他们呀！别傻笑，别傻笑，正经。好不容易来个泰国，端一端，有女神范一点。啊，我以为你说我后面的女神呢。不是，哎，她今天穿的特别的，好好看。知道吗？你要去登哪座山？我要去登你这座山。我们也太好看了吧！我们这么好看，在街上不会被人搭讪吗？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不要笑了，自我陶醉时间。你看，再加上张欣，谁不知道我们是女子团体的？对吧？再不走我们就来不及了。走走走，来我拿包。许阳玉卓，你有钱吗？我有600块，我可有钱了。600块钱连一个耳环都买不了。是吗？是。那又怎么样？没事。7-Eleven。哇。Hello, Chicken Light。嗨。就是甜甜的糕点之类的。哎呀。哦。虽然我也不知道具体，但是我们好像晚上要去夜市逛。地铁站在哪里哦？地铁站不知道哦。我刚取了5000块钱泰铢哦。最近的愿望是早上睡吧，醒来。高探探，妈妈你好。太漂亮了，是有点太过分了，有点太漂亮了。许阳玉卓，你怎么可以美得那么过分呢？没有，大家一起，大家都大家的功劳。昨天就我跟乌龟、阿星他们，啊不是阿星，就跟他们吃夜市，一个灵魂。然后呢？然后也是一路上就一直被盯。然后乌龟说：“我们怎么一直被盯呀？”我说：“可能就我们长得太不像泰国人。”我也觉得，就可能我们太白了。那阿星就觉得自己，阿星也算这里面很白的啦。真的吗？嗯。转太多线了，我以后再也不坐地铁了。哦，不对，泰国地铁，是不是？你也有这样的想法？那里有一个时针，我看不懂，我看不懂，太看得懂这种指针。很明显，现在8:20啊，我看不懂嘛。因为现在科技太发达，不看数字。你这样会亲我玻璃心了。哦，好吧。当地上次在这儿拍的，不是，他要往右拐。哪里啊？他在哪里啊？阿星今天泰国人完全沦为己了。哪里啊？那个。那么那个丸子。啊！我的妈呀！这真的我发现了。很坑钱，可以出突然变成阿凡达哎。已经十分的眼花缭乱了，这儿东西吃的也太多了，有点让人难以选择，就感觉很像那种小吃街，就像那种外国人来中国吃东西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难以选择是一样的道理。
选择真的太多了。不好意思。这里吧，这里吧。这个水果的那个。这也太大了，这是一顿饭吧？绝了，没太看，怎么当？有这么大，有我的脸这么大。跟你讲解一下，刚刚我们在集市外面买了一杯这个，然后是那个有个男子坐的，然后我们走到就是中间，他还在那里坐。快爬，加油爬！推荐一个超好用的眼线笔给大家。什么眼线笔啊？看了就知道了。好的。这个也挺可爱，有点胖。啊，这个好看，这好看。那给他拍，他眉毛有点，眉毛有点，这个也可爱。嗯，挑你。哥，这个看起来。感觉我觉得这可爱，像豆豆，这可爱，我也觉得像豆豆，这个像豆豆，没有豆豆好看，但我看到它那个。这很多卸妆产品，这个是卸妆乳，我想买一瓶试一试。Cleansing lotion。
lotion， 还有这种感觉挺好用的。有没有眼唇？有没有眼唇卸妆？这个真的很有两对，一个更柔和一点，一个是卸得更干净。哈哈，这光还不错。对，就感觉放这里很方便。Kiki， do you love me？ Anyone， do you love me？没穿上，都来试试。啥？关掉吧。不关。怎样？关掉吧。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它就是里面是带散粉的，带散粉的那种。就这个 BB， 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好用。对，而且它倒出来很麻烦。但它真的便宜，30块钱泰铢就是多少钱？30除以5，6块钱。防蚊虫喷药，然后你觉得非常非常发呆啊，没有精神的时候，擦在太阳穴，你会瞬间清醒，就哇哦的感觉。这个居家必备，送礼必备，泰国青草膏，而且也不贵。我买了一堆燕窝送给妈妈，对，可以送燕窝给长辈，这个是粉丝告诉我的，谢谢你们。但是真的好重，我觉得我可能提不回去，可能会累死在机场。感觉这种咖啡也很方便，还有只要140块。虽然我不怎么喝，但是我就是很想带回去一瓶。当然，你力气超人，你也可以买这种。哇，妈妈一定会很感动的。我的女儿实在是太辛苦了。这个很好吃了，这个之前带蘑菇呢。给我们带过，上月也给我吃过，很好吃，就是酸酸辣辣的小零食，带鱿鱼味，但它肯定是假鱿鱼，更便宜。像是菠萝味的牛奶，如果没有看错的话，这个也可爱极了。这是什么味道的呢？这个看起来也是那种西米露的，放不了多久，很新鲜的感觉。试一下，小恩的。你是我不是，感觉放了很久。